加拉，我是蒙古族，我也是美食制作传承人。我最拿手的美食是我们蒙古族的特色风干肉，我们做风干牛肉。我们先去市场上挑选优质的牛肉，买大腿上的肉，切好了以后拿到凉菜间晾干，晾干的时间是一个星期。一个星期以后，我们切成小块的，然后做真空包装，这是我们的成品。我们做好的成品元宵，四川、重庆、北京、西安各大城市，我们每年的收入是大概10万多元。我和我老公养育了两个儿子，我大儿子上小学6年级，成绩有一，小儿子在幼儿园，他享受了国家的教育惠民政策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